你们这帮人干嘛来了？大哥，那你爸你还赶紧来呢？大哥，那我不玩，反正我抓住了，该换人了，赶紧给。对，换人！你们这帮耍赖，你们也跟着耍赖啊？兄弟们，这也对啊，不能因为咱们队长耍赖。 就让冯子冯骥的把咱们都看扁了，对不对？我来了！我的妈呀！我觉着啊，拍你们做游戏比拍训练难多了。这话说的，你以为这不是训练？啊，刚才不是做游戏吗？什么游戏啊？这比军事训练还重要，你知道它有多大作用吗？ 你多大作用啊？你看啊，第一，通过这种训练，能融洽队员之间的关系；第二，它也是一种搏击训练，在黑暗中跟歹徒对手的时候，互相之间谁也看不到谁，身体反应的准确性特别关键。这里边还这么大学问啊？还有一点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 你这人，这时候还卖什么关子呀？这可是我们小秘密，不许跟他们说。你就放心吧，说吧。我平时训练他们的时候，要求特别严格，难免他们心里会有一些情绪。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呢，让他们打一打呀，踹一踹，宣泄一下。根据他们拳脚的数量和重量，我大概就能判断出他们的情绪。 还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心细的。哎呀，心不细是带不了兵的。徐丽丽，这次搞集训真的是时间太有意思了嘛！哎，就是。 太多了，是不是太多了嘛？不过瘾嘞！王永春搞的那套，哎，杨队长，王永春搞那套完全是魔鬼训练，他们都很上你了。你知道怎么？这就平时多留吧，暂时不留心。哎，严师出高徒啊，别看军的时间不长，哎，军的军纪大大的提高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杨队长，这个肯定是没上不了的。别以为你们在火车上机场住了孩子。 在火车上，哎，几个人几个带头，俺们几个非都全都给制服了。哎，队长，这是队长应该知道啊。王永春打电话向部队请示了。铁道部门已经通知了部队，准备给你们开个庆功会。另外，我还告诉你们，明天老爷子要请你们到家吃饺子。好长时间没给老爷子喝两口了。快，走开，别管我，先到，我先到，我先到。来来来来来，往里上，往里上，往里上。好。 快走了！你看这楼，哎，上楼，这不是不常出来啊？是啊，师傅。当兵是吧？哎，当兵的。哎，里面那位小伙子，给大妈让个座，来，让一下啊！来，让一下。谢谢你啊，不用了。哎，哎，说你呢，让你给大妈让个座，车上这么多人，干嘛让我让座？年轻人一点都不知道尊重老人。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少坐一会儿啊。 给大妈让一个座，好吗？站会儿啊！来，让一下座，给大妈让一座，谢谢你了啊，小伙子。你怎么还不起来呀？说你呢！真是够呛，这样的。兄弟，瞎话。第一个打老爷们的，好意思看老太太在这旁边站着啊？是啊，得，我让，哎，我就不信站一会儿啊，能累死人。 说老太太，这座我也给您暖热乎。您坐着。哪有这样的人呢？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。现在年轻人好累，还是你坐着吧，我老太太呀还能撑得住。大亮，别说走了嘛，你不走的话，我们心里面都不安呐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哎呀，这么年轻，懂得尊老爱幼，你父母啊一定能活个大寿。大亮，那是我们一定在乎的。谢谢您。 来，刚上车都是没票，千万买票了啊！来，我来，行了，哎，你们也没买啊，每人。今天是我请客。
我不能让你们花一分钱啊！这票我来买，找你花钱，好，不想花钱，来，几张啊？几张？哎，几张？几个？十一张。几张破票争个屁！有飞机偏穷。哎，咋着？哟，我说句话也不行啊！不就仗着人多吗？咦，小子，都你来好的呀？位置都把你搬了。哟哟哟哟，跟我吹泡呢？告诉你，我也不是你捏的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我的手，我的手，哎呦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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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手，哎呦哎呦，哎呦，兄弟们，来来来，张哥看看，张哥看看，干什么来？看看，别过分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要叫了，看看，没事吧？我跟你说，今天也就给你个面子，要不然行了没完我。行了行，我跟你说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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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伙子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哎，到了，哎，到这嘞，下车嘞。下一站客坐好准备。哎，不要叫啊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千万不要叫。动物园到了，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有钱吗？我是上车。哎，我手，哎，上车，上车啊！我给你开门的。哎呦，哎，我没拿钱啊！哎，没有钱没关系，叔叔教你咋样做人啊！哎，坐吧。哎，警察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嘿嘿，坐吧。哎。队长，你又搞什么恶作剧呢？这个人啊，太奢侈了，离家就一站地了。队长，让我帮他打个车。你可注意警民关系啊！是队长，你们饿过呀？饿，饿吧，赶紧回去包饺子。妈妈干活了啊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他们几个呢？谁们几个？我一个人回来不行？你就别装了，刚才你们在楼底下噼里啪啦，我都听见了。我听得像一个班的兵力。哎，你们几个赶紧出来吧！啊，还让嫂子挨个请啊！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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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谁出的坏主意啊？给嫂子来个突然袭击！嫂子，快进来吧！那还是先治乔一飞吧。那不行，要先治猴子，猴头有营养，有好吃。不对，我是猴，你是飞；我是走兽，你是飞禽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宁吃飞禽半两，不吃走兽半斤。还是先吃你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别争了。你嫂子是舍不得煮你们的，还是先煮你嫂子吧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说错了，我是说呀，让你嫂子先煮饺子，不是先煮你嫂子。嗨，绕口令了，给我别住了！来来来来，得了得了，都别争了，先住我吧。这猴子就没有不耍猴的时候。一飞，你甭理他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刚刚饺子，我就烧水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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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盆吗？是盆儿啊。比过年还热闹呢！刚才啊，他说他煮他饿了呢。我今天呢，在电视里边看见你们了，你们的任务啊，完成的好，好，真好啊！好，我代表老百姓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这些不怕牺牲的战士们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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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应该。当个多棒啊，一个人。真是好，真是好，好，这小伙子多棒。哎，嫂，你老人家身体还好吧？哎，猴子，我很好啊。要倒退几十年呢，掰腕子你还不是个。哎，那一定的。拉倒吧你呀。嗯。就你的心脏还能使劲儿啊？嗯，看人家一个个的笑死。行，你抽根烟吧。我呀，不抽烟。哎，你不抽烟？嗯。哎，那咋摆个烟袋蝈蝈子甩弯了？哎呀，其实这个烟袋蝈蝈子来呀，
可真有点来历，想听听吗？哎，行，坐，您坐，您坐，好，跟你们说说，这个燕代代呀，从小日本进中国，他就跟着我。有一次跟日本人打了一场恶仗，肉搏战。什么叫肉搏战？知道吗？拼刺刀。拼刺刀。有一个鬼子冲着我胸前就是一刀，我用枪往外头一磕，他没扎着我，但是把我憋在腰上的烟袋给挑飞了。命大。当他向我刺第二刀的时候，我们班的一个小战士从背后照着鬼子后心蹭了一刀，这一下鬼子趴下了。这个小战士知道我平时很喜欢这个烟袋，他从地上捡起来就交给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一棵大树后边闪出一个鬼子来，照着我们小战士后心就是一刀。我一看，我怒火万丈，上去照着鬼子前胸就是一刀。鬼子完蛋了，我们的小战士也没站起来。所以后来呀，这个烟袋一直保留到现在。我一看见他呀，就唤起我对战友的怀念，唤起对日本鬼子的愤恨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哎呀，后来小日本他不承认这个，连教科书他都改了。爸，就喝着啊，您就别唠叨了，该吃饺子了。哎，好了，今天我给你们大家庆功吃水饺。好，水饺喽。小小小大夫今天不是没在吗？来，我替我爸喝啊。来，倒上。来，这杯酒祝你们的父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健康长寿。来，好酒。杨大爷，我们都是杨队长带出来的呀。伯父啊，队长他平时总教育我们要尊老爱幼，要发扬我们的民族传统。伯父，今天我见到您呢，心里我才明白，队长对我们这么好，原来都受到您的影响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常言说知此者莫如其父啊。他有多少水平我知道啊。这个你们大家今天到这儿来聚会，这说明你们给国家立了功，你们今天有出息，那是因为你们有一颗报国的心，这是根本，没有这个杨志能领导你们。想当初我在东北抗联的时候，那个环境那是多苦，我的老战友们没一个人叫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报销的是国家，是民族，个人算得了什么啊？好，对，好，伯父，那你一定很阴影吧？哎呀，你给我们讲讲我当年我故事嘛。好，我替大家第三杯干了。喂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？爸送医院了。什么？检查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说需要动手术。动手术？需要多少钱？医院说得5万块钱左右。哦，我考虑一下啊。你把医院的病区和床号告诉我，我开完会就去。3号病区432。你等着，我记一下。你别着急，我找一下纸和笔啊，别急啊。哎，好，好，说吧。3号病区432室28床。
好的。队长，啊，你是不是有啥事情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你是不是要用钱的？你怎么不去吃饭呢？晚上还要学习呢，啊！别搁这瞎掺和，去吧。杨志，老杨，你这上哪儿去啊？我到医院看我父亲，你干嘛来了？哎呦，你那天可真是太不够意思了。你把我害惨了，我跳脚喊你都不带理我的，走走走走走。什么理不理你的？你那天真是太不像话了。你说你这小子怎么搞的？哎呀，行行行，刘班长，混得不错。嗨，做买卖嘛，总得有门面，人家骑马，咱骑驴。哎，你可别不知足，你这可是一头好驴。哎，我说你可少跟我这贫，你要今儿下海，今儿我就送给你。你干吗？我可用不起。老爷子住院，我没辙了。哟，少站着干什么？哎，走吧！哎呀，进来进来。两位两位，哎，在部队学的太多东西。哎，姐，手机号告诉我。你们先待会儿啊。还没装备呢。哎，大英雄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有雅兴啊？哟，冯记者，这么巧啊？你这是？我一帮同事到这儿来聚一聚，杨总。哎，对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大英雄杨队长。哎，就是我说的那个英勇救我的那个我的大恩人呢。太英雄了，大英雄！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啊，好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，刘班长，我们班的三好学生，我的老班长叫刘班长。这是冯丽，电视台的记者。哎，幸会幸会。你好。哎，记者可是个好行当啊。哎，大英雄，最近是不是又有什么秘密任务啊？别不懂事，哎，要不你们先聊吧，我们进去一块坐一块坐吧，不用了，一起坐吧，不用了，好，你们先聊吧，啊，哎，好了好了，有时间常联系啊，哎，改天请你吃饭，你要赏脸啊，好好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这个冯记者气质蛮好的，哎呀，离得都远，上茶上茶，哎，我来给你们讲讲那天的情况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啊，给你介绍一大哥，嗯，也是我的老总。这位大哥，见面你就知道了，老想跟你见一面。为人非常仗义，而且太有钱了。我呀，还得去趟医院，我先走了。你等我等，你坐下。你说你这人这臭脾气，那上学时候一德行，一会儿人就来，而且有重要事跟你说呢。要怎么着？咱们先叫点什么喝的。说，喂，于哥，我是小刘，杨志我已经给约出来了，就在旁边呢。你看，好，把他带到老地方去。行，那您快点来啊。
老四啊，哎，辛苦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于总，嗯，天要下雨了。老六，你怎么还不结婚？嗨，说来话长啊，我这些年让生活折腾的是遍体鳞伤啊。哎，你到底带我见什么人呢？啊，到地方就知道了。你今儿不让钱给憋住了吗？这是两码事儿，你扯这套干嘛？行行行行，得杨队长吗？哎呀，就样就样就样，于总，于总，就样就样就样，别客气，这就是，好，来，请坐，来，小弟，好，坐坐坐。于哥，说好了，今儿茶钱我来付。嗯嗯。小弟，我给你打了。您看你，于总，出手永远这么大气。表弟。今天咱们是，以茶代酒，下次再以嘴方休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儿个杨志本来是有事儿的，要去医院，我硬把他给拽来的。啊，去医院？身体不好？他撞得跟头牛似的，是他老父亲。据说住院费、手术费就得5万多块钱，我这不最近手头也紧吗？掌柜这是犯愁呢吗？哦，哎呀，杨老弟，老人家什么病啊？心脏病。哎，杨志可是个大孝子。记得当年在县城上中学的时候，由于功课紧回不了家，有天晚上他愣是在操场上冲着家的方向当当的磕响头，惹得我们全班好多同学全都跟着一块哭了。这么个人，说那些干嘛？啊。四口忠孝不能两全，我这个人啊，这些年欠家里的太多。啊，别说了。哎，杨老弟，这是5万块钱，去给老人家治病吧。这于总，于总就是于总，永远是侠肝义胆。雪中送炭，这可不行。俗话说得好，无功不受禄。咱们俩萍水相逢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杨老弟，这你就见外了。我这个人从来就钦佩那些有孝心的人，更何况你是忠孝两全呐。以前我老听小刘提起你。虽然咱们没见过面，可以说是神交已久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看你们哥俩也是相见恨晚，都是爽个人。我是这样，给老爷子治病要钱。哎呀，那可不行。于总的情，我杨志心领了，这钱我不能收。于哥，您也别太见怪，他这人就这么一脾气。哎呀，杨志这人呐，永远是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愿意欠别人情。他这小子是典型的君子好财，取之有道，所以他从不平白无故的拿别人钱财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还是那句老话，无功不受禄。啊。我喜欢这个个性。哎，杨老弟，我准备投资几千万办个夜总会，没有相当的关系是很难罩得住的，这你知道。我想杨老弟不可能在部队干一辈子吧？你有家有老婆又有孩子，我想总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，是吧？我想杨老弟没事可以到我那儿去坐坐。散散心，有机会呢，咱们还可以出国去转转。这样，我那儿拿出10%的干股给你，也算是我尽一份孝心。什么？你的孝心？啊？哎，
老爷子不是在住院吗？啊，老杨，我跟你讲，这可是于总是真心实意，你再推辞你可就太见外了，那就更不行了。于总，我是个职业军人，有部队的纪律，你的情我记住了，钱不能收，再见。哎，你看你。祖母绿的御马有那么值钱吗？哼，花我们1000万是不是太贵了？在国际市场上，它值8000万。哦，那我们得赶快想办法跟黎先生签合同。万万不能，在境外交货，风险可全在我们这边。嗯，小刘啊，我突然觉得，我们的生意能否成功？关键在于你那个老同学杨志，如果他能出面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了。我要跟他再见见面。我明天就去找他，尽快安排见面吧。听说你以前是杨志的班长。哎呦，你说那个事儿，当时我们俩只差了1张选票，要不我班长就是他的了。那我以后要改口叫你刘班长。哎呦，于总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这怎么回事？没人呢，谁干的？他哪儿扔下来个西瓜？哎，走，快走，走走。哎，好。私企到喂，我是要你命的冤魂。你是谁？我是挂念你、想念你的人。小杨，我是这。别跟我来在这装神弄鬼的，我不吃这套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景阳化，一个死了的人。于总啊。哦，李先生，是你啊。是我啊，你在不在家呀？李先生，刚才你是不是往家里给我打电话？是啊，打在你家没人接，只好打你的手机咯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们不是刚刚见过面吗？哎呀，是那个样子的，通了个气啊，我们都想尽快给做成这笔交易啊。于总，你放心，我们当然是考虑到你的风险啊，所以我们同意啊，在边境上付定金给你，等货一出境呢，便一次性的将余款打到你指定的账号上，你看可以不可以啊？你考虑考虑啊。好，李先生，我们的交易就算是完成了，我保证2个星期之内一定把货送出边境。那我们明天就签合同啊。好，明天我们在办公室签。再见，李先生。哼，按你的计划，我明天去跟他签合同啊。好。老二，我听说你的人又要去内地接货了。
两天后从境外过来。啊，他们去了哪儿？住在哪儿啊？老地方。老地方可能不安全了，那地下那抓的紧得很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贵族饭店。贵族饭店。贵族饭店的老总和我是老朋友，他们住在那儿的一切费用我可以承担。我不明白，你这是？我想照顾一下于总的生意。先生好。旁边有矿泉水吗？我们这儿有绿茶，您想尝尝吗？晚一点吧。稍等。您好，你好。那两位是咱们的客人吗？哦，他们是刘安刘房间的。哎，喂，是公安吗？贵州饭店可能有毒贩。净说屁话的，谁是你儿子？哎，你儿子为啥不管你啊？啊？就这点住院费，他们几个推过来推过去，都说给钱，可是谁也不来交钱。28号在居民楼。啊，哎，你几个儿子？啊？我两个儿子。还有一个闺女，我的孩子们呢都有出息着呢。他们有出息怎么不管你啊？啊，你得啥病啊？你这住院得有多少钱呢？胆，我的胆坏了。我自己有钱。你看，你有钱自己掏不就得了吗？你干嘛麻烦儿女？这馊老头子。我把钱呢，都存给我大儿子了，有好几万块钱呢。可他大儿媳妇都不给。哎，你二儿子跟你闺女呢？他们都说啊，这我们又没存您的钱，这只要老大给，我们就给。哎，你大儿子是干啥的？从前是局，从前是处长，现在要升副局长了。哎，别动，这事儿你想办法啊？想。你信得过我吗？你要信得过我，我跟着办。啊，我就不信他不拿钱。哎，你等等着，他在哪个单位？他电话告诉我。28号。13904517906。他还不一定开机呢。28号，你不要乱走了。我打个电话。下来就上。喂。喂。你是王处长吗？啊，我是。你是谁？我应该跟你叫王处长啊，还是应该跟你叫王副局长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别忘了你爹是谁就行了。我看你少管闲事啊。什么？我少管闲事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儿有你们单位的电话，也有你们单位的地址。
我还想亲自去一趟，找你们领导去说一说。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说你们单位这个王局长，王处长，他是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，连他亲爹的住院费他都没时间去送。像这样一个连亲爹都不顾的一个干部，应该提拔。我说，这事你别管，我知道处理。啊，不用我管，你就能干，你就能办。那好啊，那我代表，每天因为伤心哭哭啼啼的这个孤老头子，谢谢您了啊。不过，今天你必须到大医院，不然的话，明天我就找你们领导。就这样，完了。